有名的美食大卖场，因的黑色的购物节今仔就开始了。全台湾各地门市拢提早一点钟来开门。这个排队要进场的民众是碳棍啊，百公尺长，物件真正便宜。八十二寸的电视一台就减30000外块。一透早有名的美食卖场外口就开始关闭。排队民众有够多，一家伙仔徛伫冰箱头前详细了解。除了大型的家电、金马、珠宝、手表啊，嘛有袂少的民众。人坐到连员工想要行过，拢行袂过。美食卖场今年因为黑色购物节，13号开始，全台湾的分店营业时间提早到透早9点，27号提早到透早8点。头一天，民众先来探路，看卖今年有啥物款上杀的优惠。昨暗时金条俗10000外，阁有82寸的电视，介绍直接减30000外。不过民众敢有啥物款的想法？看看，我看伊，想要的东西，他都还没有轮到他的价位。像这一组就便宜了2400多块，觉得非常的划算。有的超级划算，东西都很优质啦，所以才会想要赶快来买。无事先公布优惠商品的介绍，抓到消费者的好奇心和买什么的心态，头一天就吸引不少的人客，成功制造月底和业绩。